好，现在还有任何人能够不明白的，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好的问题，大家可以从这时候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，我可以解答的。现在的谢先生哦，来这位先生，好，这是算上我这个身体啊。身体情况看看怎么样？我是1952年1月3号出生的。你看看我穿什么颜色，对我这个身体比较有利。1952年1月3号。1月3号。对。几时？上午还是下午？上午。上午。对。几点？大概是早晨，大概5、6点钟吧。哦，5、6点。计算率卯时，那我这个身体情况你给我再算一下，对好，就是我这个1952年1月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呢，我们就对症下药。您说的是要知道你的健康问题是吧？对。啊，我觉得你今天贴上这个心脏部位已经帮到你了。你知道吗？帮什么？已经帮到你的啊，所以你必须注意。你要有手贴在这里啊！你注意的是你的心脏。OK， 谢谢。你注意了你的心脏，所以你要多保护你的心脏，因为你缺火，知道吗？红色。对。你发表。你缺火说的相当对，我小时候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缺火，因此我的名字就加了两个。谢谢。好，这个已经解答了。好，